妹妹，请自我介绍一下好吗？小七哥，我好激动啊！你传一下，你传一下。我是来自广州的。广州？为什么？今天没什么厦门人来吗？我首先我非常感谢我老公，然后他知道我很喜欢你，他就把你让给我了。查到了你的演唱会，帮我抢到了票，然后就陪我过来一起追星，然后来看你的演唱会。那老公在哪里？谢谢你陪着你老婆一起来看我演唱会。然后您的歌真的一直陪了我整个花季雨季，一直到现在，谢谢。然后我想点的歌是你愿意我愿意，哇。然后我想说的是，以后只要你愿意开，我就愿意来，哪怕我七老八十，我带上我老公孩子一起来追。你现在那么年轻，你七老八十的时候，我应该拿着这个四角拐杖出来唱吧。我相信你一定还能唱，我们还一定会来的。真的要你会不会来不及，用我的所有挽回你，我真